杨明先生的学说，历经同门徐爱、薛侃、南大吉等人和我陆续整理，集成《初客传习录》《续客传习录》和《传习序录》，共三卷书稿，望后世共习之、共传之。这是钱德洪吗？对呀。 他也老了，<笑>杨明先生在近代学术界中极其伟大，在军事上、政治上亦有很大的勋业。学杨明先生思想，应读传习。此为何人？这位先生叫梁启超，生于清朝，他年轻的时候。 曾和上千举人联名向皇帝上书，呼吁变法图强，史称“公车上书”，也是个有胆识的人。杨明先生说：“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”自今日起，我为自己改名。这位是，这位陶先生，最兴于您的知行合一学说。 改名叫陶行知，他是近代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。他提出教、学、做合一，享有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美誉。人如其名，名如其志，后生可畏。先生，您再往这儿看。 麻烦让一下，先生，您还记得这个地方吗？这莫非是我住过的山洞？正是，当年您起名叫阳明小洞天，后世管它叫阳明洞。400多年之后，读书人要想学习您的理论啊，都得到这儿打个卡。打卡，就是到此一游。 慢点，慢点！哎，好好好，干嘛呀？杨明先生，在这里悟道，还教了很多学生了。哎，我听说啊，里边有阳明先生做过的石墩呢。是吗？我也得去做做，看能不能悟道。一起，一起，一起！哎，待会儿快看，撒贝宁老师。哎，撒老师，撒老师，撒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跟你们一样啊，来游览阳明洞。哎，先生，请。撒老师。 这位是，这位你们都不知道啊，这就是最了解阳明洞的人啊。哦，是解说员。<笑>对对对，解说员，我跟大家讲啊，有什么问题，赶紧向解说员提问，这可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啊。老先生，请问一下，什么叫知行合一？先生，能不能多给我们讲一些关于阳明洞的故事？ 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你慢点。杨明先生说：“知行合一，那是知更重要还是行更重要？这知行如何合一呀？”<笑>好问题。谁能说说？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明白了自己要做的事情，就应该立刻去践行。 如何能确定自己做的是对的呢？嗯，致良知，以良知，知行合一。你从哪里学到的这些？我读传习录，啊，我今天还带来了。您看，可否借我一观？ 先生，这是我买的现装本传习录。先生。
《传习录》的序是徐爱做的。徐爱是阳明先生的妹子，也是他的第一位学生。你很像我的一个学生。他也读《传习录》吗？他很爱《传习录》。 感谢先生以知行合一教我，曾子曰：“传不习乎，此书就叫传习录如何？”所有读过《传习录》的人，应该都算是阳明先生的学生。三老师，我的老师告诉我们，中国人都应该知道王阳明先生，了解阳明先生。 都应该读《传习录》。这样吧，我有一个提议，既然今天机会难得，我们让这位讲解员老先生带着我们一块儿重温一下《传习录》，好吧？好。知是行之始，知是行之始。 行是知之成，行是知之成，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，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谢谢先生，也谢谢同学们。好了，咱们今天学问就做到这儿。 你们接着玩去吧。好，谢谢杨老师。杨老师，杨老师，注意安全啊！先生，那我走了。再见。 谢萨君，让我知道这些。谢谢先生，为我们留下《传习录》。后世人敬我，我更当笃行。我要即刻赶赴两广，咱们就此别过。先生此去。 山高水长，先生保重。此心光明。亦复何言？